那你可以叫他生产基础纸啊，然后买配件呢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我知道啊，要懂你啊。对，你先把那个怎么调的搞录视频发给我们，晚点我把那个尾款打给你。对呀、啊。啊，然后你要订多少套啊？你要跟我讲啊。对，我们统计一下先。嗯。对。嗯，对。成本算出来没有啊？还没有，你这个还没搞定，我总要晚上叫你过来嘛。耶。哦，插上音响 ，speakers， 哎，他妈没有那个插头了，插个鸡巴呀！咋着呢？下面看，这三年就好几年了，没开声音，是没有声音，没有喇叭，没有喇叭，没有这种地方插呀。再去按一下自动键哈，待会儿。然后明天去烂拉粉的啊，好吧？